说真的，要是早给他知道傅二傻给程希之打电话会没完没了地说自己康复的这些事情，他刚刚早就在他第一次打电话过去时就拦下了。他是真没想到，做起生意来这么精明的傅景红一下子谈到自己的事情脑子就会变得不灵光起来。这么一大清早的，以程希之的脾气，他要不是现在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处理，怎么可能会这么把他电话给挂了呢？傅二傻听他这么一分析之后，才后知后觉地领悟了一些什么。希之是我最好的兄弟，这么重大的喜讯除了告诉他以外，我也没有别的人可以告诉了，别人都不会懂。我懂就行了，我知道你现在很开心就好了。而且人家程希之不也跟你说了恭喜吗？再说了，去他家里吃饭也挺好的呀，王姨跟袁姐做的饭那么好吃，吃半个月都没吃，我心里还真是想念的紧呢。他顺势将柔软的就像是没骨头似的小女人揽在怀里，声音沙哑的严重。芊芊抱歉，我没有多少真正的好朋友可以跟你一起庆祝，如果可以，我真想现在就牵着你的手走到全世界面前告诉他们你腿好了。对于我而言，你就是全世界，所以不用再牵着我的手走到全世界的面前了。我们已经过了张扬放纵的年纪了，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去你最好的朋友家里坐一坐，大家在一起吃一顿热乎乎又好吃的饭菜，这真的比什么都好了。好。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缓冲，傅景红激动的按捺不住的心情总算是稳定了一些，他冲他点点头，最终还是没能忍住的在他粉嫩的唇瓣上吻了吻。